OK， 各位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一支。原本这一支是有一位蛙友他已经看上了演员，他已经决定要收藏了。但是我也是老实跟他讲，他目前的状况刚来的时候不是很 OK 啊，所以我不敢出给他，所以我还是跟他讲说，我需要调养一段时间跟检疫一下，看他状况到底是怎么样。结果我发现到，对，蛙来的时候真的你不能强迫它喂食，它一定会生病哦。提早菜汁来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现在看它好像状况有一些好的一点点，我再跟各位分享。现在比较会活泼会动了，之前刚来喂食完全都不吃东西的，拢无要食了，未瘾食了。好不好？阿哥有看到他身上有白白的，这个，这是我有擦药，我有擦药，逗他一下，看他有没有什么状况。眼睛现在半合半开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干燥的地方，我都没有放水啊，这颗眼睛就比较张得开。这个不是他这个地方，我放大给各位看一下。它不是细菌感染，不给你看，转个身眼睛就张开了。你这个小孩子哦，真是搞我，连你也搞我哦。好了，张开了哈，那只眼睛没有问题啊，只是因为你干养太久，它可能要进入冬眠的情况下，它那个皮啊没有脱掉，它就会合起来。我今天把它抓出来，我喂食看看，看它。状况 O 不 OK？ 但是他还是会有警觉性哦。各位看到，如果你要喂食的情况下，你看他要闭眼，所以你真的各位一定要耐心哦，要生气了。我啊，拍性得哦，我有没有听到声音？你看他闭眼了，不吃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他还在治疗当中哦，自然他没有生病呢。你看到？不开心啊、哦，不开心啊、哦。OK。这样子其实我就不会再去强迫他，因为你强，你强迫他喂食哦，会造成他的免疫力下降。跟我介绍一下，好，我赶快结束。他叫做巴西角蛙跟霸王之金。好啦，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乖乖，好，拍谁拍谁，拍谁啦拍谁，没事没事哈，我给你擦掉，你头你困哦，因为刚刚眼睛这个你在睡啊，操心你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好，没事没事，好，以上分享，好，没事，拜拜拜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